自己生气了。校长，这夸张耸动的标题一看就知道是假新闻，你怎么会相信呢？你不要再说了，你不要再说了。张老师，你说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校长，这夸张耸动的标题一看就知道是假新闻，你怎么会相信呢？你不要再说了，我现在不想听。现在所有的网络平台都是你的影片，眼见为凭，你还说这是假新闻吗？好 ，OK， 好。